花心不断线的哈。啊，不断线的，那个好做多嘞。这个一个花样做完，估计要得多长时间呢？估计一下。我估计三个小时不用的，两个半小时差不多了。两个半小时啊？啊，两个半小时。它主要是刚才这边位置没定好嘛？应该从这边做的。哎，这边做嘛，刚刚好。刚才一开始不知道的。下次，我看。都没有了。